新建一个花样，插入图形，现在所有文件，现在02打开，按键盘，键盘是 K， 把它给锁定。我们看一下效果。接一个增肌点，看一下效果。然后我们用直线选择点击右键把那个选择，然后点击复制暂贴，然后暂贴在这里的旋转一下，调整一下位置，然后我们再来复制暂贴，你要再先找，然后我们再来暂停一下，你要再来先找。粘贴，旋转，我们打一下中间这个，我们来调整一下它的刺绣顺序，点击右键把它剪切粘贴，再调整一下，剪切粘贴，点击右键直线选择，尖尖粘贴，再来选一下直线选择，尖尖粘贴，再来选一下。然后来打这些枝干，
见。嗯，这边就完成了，然后我们把它复制过来这边。我们用多边形选择，抛弃了。哎，不用，我们把上面这个也打完。我们翻身过去。然后我们打这一片，调整一下它的针剂角度。把它起始点喷过来。看一下效果，再调整一下。复制，粘贴。粘贴。旋转。那我们继续再粘贴一个，旋转。然后我们再打中间这条树枝，然后我们打中间这一个，中间这一个我们复制过来就可以了。复制，粘贴，再粘贴一个。
整一下。调整一下经济角度。现在一分已经打好了，然后我们把这一边复制到这一边，用多边形包起来。然后选点击复制，暂停，然后点击变化镜像确定，然后在中间这边这里打一条直线，它就复制过来了。它这个位置好像有一点不吻合，我们来移动一下。中间两片，点击直线先这样复制，暂停，先转角度。再暂停一个，它上面就来了。旋转角度，我来打中间这一个圆。然后我们打下面最后一片叶子，这一片也复制下来就 OK 了。右键点击直多边形选择，还有直线选择，点击右键。然后复制，暂停，把它弄到下面来。然后我们继续打第二个颜色。上面这一条平包针，确定，快确定，确定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花样。然后我们把它移下来对比一下。大家看，这图片跟这个花样都差不多，基本一样。
大家看，这个打成的一个花样跟上面的图片基本都是一样。现在花样打成完，已完成打好，然后我们可以点击文件另存为，我们这里可以保存 EMB 格式，或者是8.0的、7.2、7.1的都可以保存。然后我们现在这个软件是9.0的，所以我们点击这个花样设计文件，新点 EMB 这个保存后就是9.0的文件，我点击保存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关掉了。下一次我们要修改它，就直接打开来，看打开了。我们也可以把它如果我们要拿到绣花机上绣，我们就直接把它保存成 DHT 填导格式，这种 DHT 填导格式，然后点击保存就可以了。